啊，非常感谢这次说来参与的伙伴，那包含我们这个伊甸基金会国权之家的主任，还有我们公司热线的这个杜主任，还有这一次特别来参与的吴玉琴委员，还有我们的王玉委员跟周泰仁委员，非常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还有所有的今天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参与。那我们都知道心理健康在这个或者是说健康的议题。在联合国的这一个永续发展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它在基金会针对教育、公共卫生、身体健康之外，我们很重视就是心理上面的健康，因为我们人不是只有血跟肉组成而已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很不一样，我们面临到的挑战也是很不同的。那我希望可以把对精神疾病上面的这种烙印，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，用枷锁能够把它移除掉，能够让有想要寻求帮助的人能够勇敢的出来，站出来继续的帮助，而不会受到特别不友善的对待。那这次请的这些我们这些讲者，还有我们的嘉宾，都是希望能够在公共的这个教育上面能够尽一份心意。那谢谢各位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。